过去对我们来讲，由于空间的限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我们在这个新馆里面呢，安排了足够的空间，从野外采集运送回实验室，那就来到这个保定，它的修复、它的重建、它的复原，那最终到它的收藏，那可以在这个馆里面一条龙的这个完成啊，我们真正做到一条龙，从一条恐龙，那么它从野外采集到最终收藏，到甚至最终展出，那这个完整的这个技术的过程，都可以在我们的中国古动物馆保定来完成。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我们馆有大概的这个目前展出的藏品大概有6000多件，然后其中有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的骨架化石，有世界最早的有颌脊椎动物，还有世界上脸最长的马，还有我们这个三维保存的翼龙蛋等很多的这个明星展品和镇馆之宝。